有权利真的很爽嘛，想抄谁就抄谁是吧？起码不能抄得着也能囚禁，应该可能是这个样子吧。那然后其实这个清洁工是不是也是习近平建班的特务，我真的不知道。那当然应该很可能不是，是吧？那就是他可以，他有钱啊，他很有钱，习近平建班是吧，很有钱，他可以控制一切是吧。的刚才这个清洁工在这里可能是跟一个女的打电话是吧，那就是说那很可能他是不是配合这个这些王八要强迫我跟这些搞不清楚是吧，搞不清楚。所以我对他也是一直怀疑是吧，那可能他要操纵一下把我交给王八，那这不大可能是吧，这可能性不大。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有男人是吧，反正你跟这个清洁工有性关系的是吧，他在找其他的女的反正是有的是吧，那意思是说我只有这个王八乌龟是吧，那我肯定要找自己愿意的是吧，不愿意的这本身就是敌对方派来，我怎么可能是吧，本身就不是很有看点的是吧，马马虎虎然后又是敌对方的是吧，又是敌对方的所以说这个是吧，有权利有钱那真是是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钱跟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也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是吧，本来就是这些世界各地的那些权贵们都可以联合起来鲁豫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想怎么抄你就怎么抄你是吧，但现在他们也狗咬狗了是吧，他们现在也狗咬狗是吧，因为他那个病毒他高层上面的人是吧，什么女王王子都中了病毒，那英国的是吧，这也是有报应是吧，这个东西像我这样的人那不可能，我不大可能跟乌龟王八垃圾废物是吧，哪怕他是比较高档一点的王八还是不行是吧，还是不行。然后这个清洁工是是不是也是，我是有听见鬼说过，他说他好像是说我都被这个清洁工给掌控了，都被这个清洁工给掌控了是吗，然后他可能要把我非常安全的交给王八，可能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可能呢，你这太天真了一点啊。那当然习近平福建班大概他的水平大概就是这个是吧，他的水平你看赖昌星啊，是偷拍视频性爱视频，然后就绑架住这种领导是吧，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是吧，郭文贵也是这样的，这都是这么搞的嘛。他们是很直接的是吧，很直接的，可是很直接的不过这赖昌星是吧，也进了监狱，起码他没有身份嘛是吧，起码他得对外面说他是进了监狱，起码他对外没有什么荣耀是吧，没有什么荣耀。那他也想给自己贴金是吧，现在这个反正你这个东西要等疫情结束以后再讲嘛，你不管是卖淫啊还是怎么还是什么是吧，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是吧。那习近平福建班可能要怎样啊，要这么着急的来弄了王八，他可能就是说那个王八是吧，巴基斯坦，我如果不要那个巴基斯坦王八的话就要这个更矮，巴基斯坦那个王八他还是比我高了一些是吧，然后这个王八就是更矮的，然后非常胖啊，非常胖啊，
他可能就是说不要那个王八就怨这个王八，他因为是吧，中共土匪就是这种事情做多了是吧，他以为他可以怎样，然后这个清洁工如果也是他们的人是吧，说不定也很难讲是吧，这里面是不是在演戏不知道是吧，这个都要都要了解嘛是吧。然后那个所谓的王子啊，那可能也是陷阱，也是这一系列，嗯，不然的话，你看的前些天就看见他那个所谓王子账号变成 ，stay home be safe，stay home be safe， 是吧？这排量出来就是说不可能的，跟这个王八不可能是吧？你们爱干嘛干嘛去，别打我的主意，没什么是吧？没他反正就是可能要囚禁你嘛，要你服服帖帖的，那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我们是像我这种人是改变社会的、改变世界的人是吧？不大可能的哈，可能性不大，我干嘛要那样的是吧？我肯定就是干什么都要由我自己高兴嘛是吧？他这个可能就是他认为他统治者怎样是吧？那不大可能，现在特别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是吧？等疫情结束以后你再讲是吧？然后我刚才又问这个清洁工，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希望我回到中国是吧？那他说呢，他还是说那他没办法，他只好说我希望你待在这里。那不知道，是我有听见鬼说是吧？他说每一个人都被收买了，都被收买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这里确实也很难找到女人嘛，那然后给他弄一个年轻一点的女的，那肯定这些人很有势力，很有势力是吧？很有势力，因为他作为一个难民啊，这个小伙子，他作为一个难民在这里确实的也很困难是吧？很困难，然后他应该就说，不知道，那之前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回事？那王八的话不可能是吧？跟我不可能，我肯定，得找一个我自己高兴一点的是吧？他们要怎样是吧？他们要怎样？因为，这些习近平、胡建邦都是抄了很多女人是吧？你不应该把他这个秩序给打乱了是吧？他们是怎么玩女人的这个东西？那是你的世界是吧？你没有必要这么在乎我是吧？那当然，今年可是那个了是吧？这个小伙子也是很奇怪，他那个一直说，要去中国是吧？不知道，搞不清楚。有的时候，他也说了，这个小伙子也说了是吧？他也承认了，我就是说那个巴基斯坦抢他的钱，他说嘛，他说巴基斯坦那个抢他的钱。我说是因为他跟我有关系，所以他抢他的钱来惩罚他。我问他是吧，他也同意的，他然后大笑起来是吧，他也承认了是吧，然后现实就是这样是吧，确实这样，但是不可能是吧？我跟王八还是不可能是吧？哪怕你是一个高档一点的王八，我还是没看上你是吧？你还是到一边去找那些愿意跟你的人是吧？那他可能就是，我刚才我是说的。在土耳其我有很多这些男网友嘛，什么年轻的，但我不可能跟人家联系是吧？那除非我这个
我受到困境的，然后迫不得已，需要一些人帮助我，是吧？那可能我会联系人家。那他今天晚上是不是跟一个女的打电话？不知道，让他可能是对我刚才说的这个话不满意，也或者是因为我威胁的这些王八，他因为他这个就是说要强迫我跟那个王八了，是吧？跟那个巴基斯坦王八，然后还怨了另外一个王八的更差劲的王八来威胁我，就是说一定要跟这个巴基斯坦啊，那。这就不知道了，是吧？那可能他还要配合，搞不清楚，是吧？他可能也是被绑架了，是吧？被绑架，这要绑架这个人也是很容易，是吧？给他塞一个女人，绑架他，你他再跟我有关系的话，就抢他的钱，威胁到他的工作了，威胁到他的工作，是吧？那他是这个样子，那不知道，反正这个王八我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是吧？不大可能有那种兴趣，还是别做这个梦，是吧？